我说过不会让你离开我，哪怕此生都活在你的恨意里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你不可以这样对我。如今，我拿走你的血骨，还你一条心思，你不会再成为陌生人。你说什么？ 我不想见你。你也希望我不要你的东西，我都还给你，你快停下！我说过不会让你离开我，哪怕此生都活在你的恨意里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你不可以这样对我！天道在上，我愿以身躯，以元神，以我的全部交换。 抛弃我吗？ 你为什么要回来救我？因为我喜欢你，行了吧？究竟什么是喜欢？喜欢就是不想让他死，想跟他待在一起。 看不到他会着急，看到他了就会高兴呗。唐太君，总是闷在那个小阁楼里，会变成变态的。别人喜不喜欢我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只要你愿意喜欢，就够了。你喜欢。 你放心。
以后有我在你身边，不会有人再敢欺负我，我们年年都可以如此开心。